对，这款保你，你这样不才不用几天，他就把差距拉到你根本完全连车尾灯看不到的情况，这样都追得到。这个坦真是有点烂了，我没有别只可以上，而且也不能上新，看起来真的是卡等上不去。已经是三次都没过，我看应该是没什么机会。前面不然就是要加强攻击，先王打不动了。させてもらう。上来打我就死了。
と惹かれるや手札と名乗れ。这样都没事。一整个尴尬，这样都打不死。预言度真的不够啊！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我安静的时候就是打不动。他也没血，我所以就一刹那这可尔可以过关了，我刚刚有点做错了。可惜，欸，卡住可以，哦，这样过了，反正应该可以偷一回合，所以我还是过。刚好扛住那六下，然后就被两下射，可能会死。啊，极限过关了。现在都什么打到极限中的极限，回合不就不上体，不上体就不能弹。
一波又一波。我的四杠可不可以偷鸡成功啊？我记得有一只可以传。怎么传自己啊？我来试试看。一名友方，我看看可不可以传自己。可以，等一下可以徒步过去。我这边放错了，放马斯长谷。干脆不理左右两侧的人。马斯康古被打死，好，赌赌看好了。哇，我没想到跑出去，赌错了。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可是我是轰得到，好看可不可以直接秒他？哇，秒不了，不要掩护。
え、死ぬ？破壊させてもらう。因为没有，我还有一个武士可以丢。行，直接上张美硬偷，就是要传送了啊！詹奇知道传送才行。传送万岁啊！如果可以自己控制，说四名还要打败全部，真难搞。周老师跟首领都不会老的，反正首领之后都不会老。四个长谷就只能放弃。而卢克在哪里啊？卢克嘞？一脚换上去会不会是两个打？好，先试换。这找不到是可以还没炸死，差点就挂了。美しい完璧に，他一定会踢我这个狼的。而且卢克击杀一名也打死了。好，如同预料。到正面的人，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
这样我怎么打黑标？誰だと聞かれるや。主婦だと名乗れ。ないですよ。もう何やってんのよ。これで何搞？哇，两边一起加上来。他两个一起加上来，这种是危险的。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那就有可能有人会死。もう何やってんのよ。我就知道人会死。憎悪と悲しみをその身に刻む。自分こそ聞かないと罠だからね。满不满气也满气。在动的就没有。響かせましょう。もう何やってんのよ。花。花为通关。美しく完璧に。到最后面，直接我策反了。直接策反。
上星第一回合三名，我那边还是有点走错了。看不到怪就麻烦了，很容易走错，走错一步就没了。每次都差最后一盒撑过就结束了，结果就走错，一直走错格。主播安安，安呢？又没洗，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ねえ、何やってんのよ。走出去啊，说没在范围内，还没打到，又浪费一次，又浪费一次，这场就要重打。像这样没有气，然后打不了。
手加減はせんぞ。不被秀受敌，不被受敌啊！憎悪と悲しみをその身に刻む。你们想要把那三个？主播努力爬八十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外传。哟哟，我现在有点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走。上了就死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救人。不小心吧。命都给用掉了，不上心啊！我又忘记，我又忘记出了。就不上心，我还在那边出主角。耍白痴，就不上心，我还出主角，又白打。秘密军人就。一会儿打三个，有这样练度还是不够。吐槽好了。
他的油，哎，直接打了，哎，够了。又有一个人帮忙踢。应该是砍来砍去，是，这样最好就是砍来砍去。回到他身上。誰だと聞かれるや。シェフだと名乗る。美しくないですよ。面白い。回血啊！不要浪费回血。起先起起来，这样的话，先拿后面拿。没想到藏在后面。好痛。
冷静啊。他上来了，再说啊，大招啊，憎悪と悲しみをその身に刻む。再度大招，漂亮，但是这次打不到。我开始躲呢。你还躲？躲哪去？兵区的没打到就算了，跑再讲啊，先溜了，换一个人，制造恐惧。有四名灭金人，卢克还不能受到伤害，这样就有点打不太过了。哇，这么多！上创造，所以我这两个不能上，都只能上坦，有点难打。
摆错边了。第一波不能上 AO 一脚，两个远程都不能上就很难打。全部往上打，拿拿。抢宝箱，回来回来，完美了，好废。这么多，可恶！太他妈追加状况良好的。
偏一个好了，要把伤害分摊分散掉应该就还好。啊，这样上吊不对，危险了。你好像强度，偶像扛住了，五颗砸，可是好像没有六回合，还是有。就把干掉啊，所以钢炼就是整个都是阴谋的故事。哎呦，又会有大家。